锅底怎么上色的？我做一把看看啊。不要看下面就不怕了，傻瓜，看上面。往上面看，不要看下面。哎，怎么拧弯呢？哦，拧过来了。OK， 好，好，有点慢啊。稍等一下哈。啊，大哥，我怕。还可以了。谢谢。还好吧，这个。哦，我怕，我有恐高啊。请照顾好身边的儿童、老人及行动不便的人。好好，再来一次，我是有点恐高。照树的。好，照树的 ，OK。对，把整个都照起来啊。好的。把整条那个玻璃桥照住。好嘞，原谅一下我这个恐高啊。不行吗？闭上眼睛了，这么一个。我的妈！请照顾好身边的儿童、老人及行动不便人员。二，好，再来一次啊。在玻璃桥上蹦跳、嬉戏、奔跑、玩闹。三，禁止在玻璃桥上丢弃烟蒂、水瓶等杂物。保管好随身物品。请勿高空抛物。真的不是忽悠，不怕吗？真的不怕吧？以免阻挡后方游客的。我就看前面就行了，不要看后面。我拿下伞可以吗？我不敢往下看了。你切了你妈的伞！不用不用不用，只要我扶着就安全了，只要我一直看前面就行。玻璃桥安全须知：一，请照顾好身边的儿童、老人及行动不便人员；二，禁止在玻璃桥上蹦跳、嬉戏、奔跑、玩闹；三，禁止在玻璃桥上丢弃烟蒂；四，好，下一位啊！找玻璃桥，免费拍照，免费领取下面不要钱啊！找玻璃桥过了。走啊，好吧。我跟你讲，是越到后面你看下面还是会有点怕哦。我刚开始走着看下面还是有点怕的。走着看下面我还是有点怕的。我终于过来了。